弟兄姊妹早上好，平安，好高兴我们又可以在线上来到敬拜我们的主。虽然这个 MCO 我们没有这个实体的敬拜，但是我们很感谢主，我们仍然可以在线上来一起来到敬拜赞美主。我们身为神所拣选的子民，我们应当无论是得时不得时，顺境逆境，我们都要歌唱我们赞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让我们一起高举我们的手来到赞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你十字架的大能从枷赎回我灵魂，你恩典使我被拣选，叫我生命果子长存。你十字架的大能从枷赎回我灵魂，你恩典使我被拣选，叫我生命果子长存。求主用我来赢得更多灵魂，坚固我，接近我，为神做你门徒。求主差遣我去传扬你的爱，以爱拥抱城市，建立合一教会，使我信心宣告，在你凡事都能。哦，主在你凡事都能。你十字架的大能从枷赎回我灵魂，你恩典使我被拣选，叫我生命果子长存。求主用我来赢得更多灵魂，坚固我，接近我，为神做你门徒。求主差遣我去传扬你的爱，以爱拥抱城市，建立合一教会，使我信心宣告，在你凡事都能。哦，主在你凡事都能。你十字架的大能从枷赎回我灵魂，你恩典使我被拣选，叫我生命果子长存。求主用我来赢得更多灵魂，坚固我，接近我，为神做你门徒。求主差遣我去传扬你的爱，以爱拥抱城市，建立合一教会，使我信心宣告，在你凡事都能。哦，主在你凡事都能。求主用我来赢得更多灵魂，坚固我，接近我，为神做你门徒。求主差遣我去传扬你的爱，以爱拥抱城市，
和你交会，使我信心宣告，在你凡事都能。哦，主，在你凡事都能，使我信心宣告，在你凡事都能。哦，主，在你凡事都能。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哎呀，呀，在你系凡事都能嘅。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在呢个疫情严重嘅时候，我哋要传讲神你嘅福音，系一件不容易、不简单嘅事情。但系凭着我哋嘅信心，靠着主，我哋凡事都能做。Amen。只要我哋献上我哋嘅全心，靠着主同心嚟到建立，必能够见到神嘅殿被荣耀、被彰显。只系我哋愿意委身在你嘅计划中，只盼望神你嘅殿被兴起，更多失丧嘅灵魂被得救。哈利路亚。我们为神在伟大的计划里，只盼望看见神的殿被兴起，即便过程有悲有喜，我的心全然归你。我们的教会是基督的肢体，只盼望看见更多灵魂苏醒，一切需要你我一起为神建立荣耀的殿宇。我们为神在伟大的计划里，只盼望看见神的殿被兴起，即便过程有悲有喜，我的心全然为你。我们的教会是基督的肢体，只盼望看见更多灵魂苏醒，一切需要你我一起为神建立荣耀的殿宇。神的殿与我的心相连，只愿看见神的荣耀彰显。我们一起祝坛献祭，使生命更加完全。神的殿与我的心相连，只愿看见神的荣耀彰显，我们一起献上全心，让主十字架被高举。我们为神在伟大的计划里，只盼望看见神的殿被兴起，即便过程有悲有喜，我的心全然为你。我们的教会是基督的肢体，只盼望看见更多灵魂苏醒，一切需要你我一起
为圣洁你荣耀的电影，神的电影我的心相连，只愿看见神的荣耀彰显。我们一起祝他献祭，使生命更加完全。神的殿与我的心相连，只愿看见神的荣耀彰显。我们一起献上全心，让主十字架被高举。神的殿与我的心相连，只愿看见神的荣耀彰显。我们一起祝他献祭，使生命更加完全。神的殿与我的心相连，只愿看见神的荣耀彰显。我们一起献上全心，让主十字架被高举。我们一起献上全心，让主十字架被高举。我要歌颂你生命，哦主，歌颂你生命，哦主，因为你生命至高配的赞美。我要歌颂你生命，哦主，歌颂你生命，哦主，因为你生命至高配的赞美。我要荣耀你生命，哦主，荣耀你生命，哦主，因为你生命至高配的赞美。我要荣耀你生命，哦主，荣耀你生命，哦主，因为你生命至高配的赞美，因为你生命至高配的赞美。哈利路亚，系嘅，主啊，你嘅名系值得我哋高举嘅，值得我哋赞美嘅，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都是神的子民，应当我们跟从神圣经的教导，我们将初熟的、将头生的献给我们神，我们要将我们的十一奉献，甚至我们的爱奉来奉献上给神。由于这个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都没有这个是实体的聚会，所以我们的奉献，如果我们有给这个奉献的，可以转账去我们的孭兵的户口，好不好？现在我们为我们的奉献来祷告。阿爸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的供应者，是我们祝福的源头。我们将我们的十一以及我们的爱奉献上，求你悦纳。
好让这些金钱能够种在你的教会，扩展你的国度，好使更多外邦人都能够听到你的福音。主啊，求你祝福那些甘心乐意奉献的弟兄姊妹，求你敞开天窗倾覆于他们，甚至无处可用。主，我们感谢你，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 Amen。 现在我们有报告呢，就是都是由于 EMCO 我们的教会就暂停，直到另行通知为止，所以个小组都是暂停，只有在网上的小组可以继续，全部的外展事工都一于是暂停，直到另行通知为止。感谢主，让那些弟兄姊妹是没有看线上的，我们有看线上，在线上敬拜的，好不好当来通知那些朋友，那些弟兄姊妹外展都暂停，小组都暂停，直到另行通知为止。今天早上我们有聆听神的话语，我们邀请我们的曾天亮牧师为我们分享今朝早的话语，牧师有请。Hello， 大家早上好，今天再一次我们来参与神的聚会，在这里呢，在线上都希望能够用着神的话语来鼓励大家，我们看一看在经文里头，雅各书，今天我们讲到雅各书第五章了。雅各书真的好，每一章会提高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明白知道有信心在主里头，我们能够透着神的大能去面对生命中的一切。今天第五章还特色，因为为什么啊？今天第五章告诉我们，我们凭信心能够在黑暗中去行出神的道路。我们有很多时在我们的生命，或者有些不测的风云，好像在马来西亚怡保，我们昨天就开始EMCO 了，特殊的管制了，这些是不在意料中的，虽然那个 COVID 的数额未增加，但是我们都盼望它会跌，但最后政府都行这个 EMCO 了，那我们是没有意料之中的。但在人生中，我们都有很多东西没有意料到的，那我们要怎么去处理这个这样的事情呢？今天我们好好来听神的说话，我们看看雅各书第五章，我们看一看经文第十九到二十节先。雅各书第五章十九至二十，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人被骗离开了真道，如果有人使他回头，你们应该知道，那使罪人从歧途上转回的，就会拯救他的灵魂脱离死亡，也会遮盖许多罪恶。来，我们大家同心祷告。主，我们今天献上自己，求你大大赐福我们，能够透着你的经文得着神你的鼓励，神你的教导，求主怜悯我们啦，继续这样带领我们啦，多谢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名所求， Amen。 最正话我们读这个经文，第五章十九到二十节是提给我们知道，其实人生有很多不测的事情的，好像在我们旁边，在我们的团友里头，有哪个行错路，行出了神的心意，跟着自己就自把自为了，那怎么呢？不来教会了，不读经文了，不认识耶稣了，自己去行自己的路了，那有时我们大家是会有的，心都很噏的，那你家中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啊？你有没有你真的很爱锡的人行了离开了神的心意啊？或者已经是三年五年十年了，那又怎么好啊？这么久的时间怎么样啊？今天的经文是鼓励我们，不单止在我们环境之中面对黑暗的事情，好像有些腐败的事情，有些在生意上真的不知道怎么解释了，很难了，
有些在经济上挣扎了，好像经文说在我们的家中有人行了黑暗的路，不信服耶稣，那怎么搞呢？神帮我们说，我们不要放弃，我们凭信心靠神的力量，应该怎么做啊？将我们自己继续去追求神，将神的光照入那个黑暗的生命，照入那个事件，好像是那个你的弟兄去行错路了，不信服耶稣了，那我们不用骂他的，不用帮他骂交的，不用吵，我们只有好好成为神的见证，成为神的光，在各方面对他好一点，锡他多一点，跟着呢我去帮开解下去。是如果在某某的事件里头有些挣扎的，那我们要怎样成为光呢？那我们做回好一点，好像现在在瘟疫期间，我们怎样做成为神的光啊？我们要遵守神的规则咯，我们遵守国家带领我们的 SOP， 即是遵守那个原则，要着我们的面罩啊，同埋要識得點去分距離啲啦，唔好咁親近啦嗰啲咁嘅嘢。嗱，當我哋遵守規則，我哋就成為別人嘅光噶啦。我哋會透著神嘅帶領去幫人哋處理，陪人哋處理。所以今日神教導我哋係，如果我哋面對黑暗嘅，我哋要鼓勵造就。成为别人的光。今天继续我们在雅各书第五章，我们要透入一些认识神的教导。我们看下一篇，下一个页，我们要知道怎样去能够成为别人的光呢？有人行错路了，我们怎样成为别人的光呢？有些事情做得不太好了，我们怎样成为别人的光呢？因为为什么呢？我们要透着神的信心俾我哋能夠成就得咩？我哋做到咩？你睇一睇呢啲下一頁咧，我哋要知道神教我哋要成為別人的祝福嚇。點樣成為別人的祝福啊？我哋首先自己要謙卑咯，要遵守神嘅規則啦，要光榮利落啦，即係講做嘢要做得啱啦。我哋再睇經文，再繼續去睇下神嘅説話。雅各书五章第一节到第六节，你们富有的人啊，应当为那将要临到你们的灾祸哭泣哀号。你们的财物扭坏了，你们的衣服给住了，你们的金银生锈，这锈要成为控告你们的铁证，又要像火一样吞吃你们的肉。你们竟然在这末世积聚财宝。看啊，工人为你们收割庄稼，你们竟然克扣他们的工资，那工资必为他们呼怨。收割者的呼声已经达到万军之主的耳中了。你们在世上穷奢极侈，养肥了自己，竟不知屠宰的日子到了。你们把义人定罪杀害，但他并没有反抗。经文很清楚帮我们说，是说我们要克服这个黑暗的时代。当我们面对生命中路程中的挣扎，我们首先不要放弃，我们不要觉得很颓丧地，哎呀，我们可以做什么呢？你和我做不到事，神我们的主耶稣可以开路给我们做。我们可以怎样做呢？首先要懂得尊重人。在这个黑暗的世界，在很多的环境有很多挣扎的，首先我们要做回自己本分先。我们的本分是应该怎样呢？我们是估是有钱人，这个经文不是针对有钱人，你有钱你得着神的祝福非常好，我鼓励你。不过呢，我们有钱的，我们要懂得去尊重那些有挣扎，那些为我们打工的，我们要尊重他们，敬重一下他们，不要哈哈白白。因为为什么呢？当我们不做着
神的心意的时候呢，旁边人不会看得到神透着我们去成为神的光的，他会看到我们还更加黑添。这个又讲信耶稣的，信耶稣这样我们哈哈巴巴，我们不要这样，我们不要被成为别人的话题，好像讲到我们哇在那里哈，不行的。耶稣教我们，我们要懂得尊重人，我们要懂得用着我们的财富去祝福旁边人，我们要懂得谦卑一点，不用吹水，不用吹牛，我们只有好好成熟一点去处理我们的事件。所以第一件事很重要的，不要放弃。第二件事，我们要成为一个谦卑的人。怎样去成为谦卑人呢？我们要尊重旁边人。如果你是个老板的，你要对你的工人好一点，我们要懂得怎样去鼓励他们，我们要懂得就算他们做错事懂得为他们改。我们不要说哎呀很难的，是啦，做成为神的光当然难啦，所以就要用着经文来教导我们，鼓励我们咯。今天我们在马来西亚这个瘟疫，我们都很多投诉啦，这么多事都处理不到啊。我们不要为难自己讲那么多事，我们首先做回自己本分，我们定着要遵守那个 SOP， 我们着面罩，我们记得不要去那么多地方，我们要懂得去处理我们的路程。所以第二件事呢，我们要谦卑，要懂得尊重旁边人，包括我们的政府，包括那些政治家，包括那些我们知道是腐败的人，我们不要随意口说那么多东西。因为为什么呢？神在管制的。我们再看一下一点，第三页那里看一看。神的经文继续教导我们，第一就不要放弃啦，是吧？因为有盼望嘛，我们成为神的光嘛。第二呢，我们怎样成为神的光呢？我们要懂得谦卑尊重人。第三呢，我们就要专注，不要胡思乱想。你知道吗？当事情发生得不意料的时候，当有些东西，哎呀，我的铺头有问题了，哎呀，有东西发生，当然是哎呀呀的啦，是吧？当然有很多东西很为难的嘛，我够知道 是会这样嘛。但是我们要胜过黑暗的攻击。怎样去胜过呢？我们不要放弃，我们专注去追求耶稣。所以这个英文字呢， focus， 专注。我们不要忘了，不要忘了神的经文经常教我们的，不要忘了，不要忘了跟着神的心意去行。我们要明白知道，有耶稣是有盼望，有盼望没有失望。我们继续看经文，先来继续分析。雅各书第五章第七节到第十一节。所以弟兄们，你们应当忍耐，直到主来。看啊，农夫等待着地里宝贵的出产，为他忍耐，直到活得秋林春雨。你们也应当忍耐，坚定自己的心，因为主再来的日子近了。弟兄们，不要彼此抱怨，免得你们受审判。看啊，审判的主已经站在门前了。弟兄们，你们应当效法奉主的名说话的先知，以他们为受苦忍耐的榜样。看啊，那些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过约伯的忍耐，也看见了主赐给他的结局，知道主是满有怜悯和仁慈的。哈利路亚！在这段经文你捉到几次神的经文帮你讲忍耐、坚持，因为我们有一个怜悯的神。你知道吗？当我们行着在黑暗之中，我们好不耐烦，我们好想这件事过了，我们好想看到一个新的一日。但是有很多事，很多事情不是说你想怎么就怎么的，我够想了。说回我们自己本教会，
係嘛？嗱，舊年2020年，我哋都好為難噶啦，已經好多嘢不成事啦。咁啊，今年好唔耐煩啦，係嘛？咁啊，要快啲行快啲，繼續咁樣提高我哋嘅目標啊，繼續去追求。點知啊，時不知啊，依家又嚟呢個咁嘅瘟疫嘅攻擊，咁啊應該點啊？嗱，神嘅説話透著經文教導我哋。唔好胡思乱想，即系唔好搞乱脚，企定定。听我讲多次，企定定，唔好乱咁喐。系嗰唔好乱咁喐，应该点啊？唔好乱咁喐，就要听神嘅说话啦。咁样神嘅心意系乜嘢啊？你话呢个瘟疫，或者系你行著嗰个黑暗嘅时间啊，嗰、那个情景，你话耶稣唔知咩？佢知。咁既然佢知咯。咁係應該有計劃，佢要知道點帶我哋行出一個新天，去帶我哋行出呢個奇景嘛，啱嘛？啊，在呢個咁嘅瘟疫期間，嚇、啊、神係叫我忍耐，大家講忍耐，企定定，堅持，唔好放棄。因為點解咧？神有佢嘅心意嘛。嗱、啊，在教會上，我教會嘅事情，我幫神禱告話講主啊。咁樣又嚟瘟疫一次又一次，2020年我哋已經行慢咗噶啦，2021年又唔行得，咁應該點咧？神講人做唔到嘅嘢，神做緊。嗱，神教我一用一個宗旨係好重要嘅，唔好為難。你做到嘅嘢你去做，你做唔到嘅嘢你唔好去煩。咁我問下耶穌啦，咁我可以做乜嘢咧？耶穌在我心中。启示神要做一件新事，咩新事啊？眼冇见过，耳冇听过，心冇谂过嘅，系啊。咁啊咩嚟啊？神要在沙漠开江河，咁啊，即系点啊？神要吓、啊、在好多地区开佢嘅布道站，佢嘅宣教站，开小组。开细细嘅教会仔，等神嘅经文、神嘅救恩能够到达好多地方。咁耶稣啊，嗰、那个沙漠，你都识讲沙漠啦，沙漠点有水啊？人讲你学咯。嗱，系如果我哋要行出神嘅路程，我哋咪要追耶稣，因为耶稣就有呢个方式啦。啊，所以神就启示在我心中。嗱，在呢个期间。大家都做唔到嘢，嚇、啊、又唔可以有咩活動，得上網。上網做乜嘢啊？啊，裝備訓練啊，所以咧啊，我哋要啊起兵啦嘛，要裝備嗰啲兵啦啊，所以啊，希望大家努力去參與喎、啊。啊，大家都知道啦嚇、啊，我哋在教會都有宣布咗，我哋有一個啊 YLPA。啊、一個新的課程、啊、希望大家同心來參與、啊、這個課程呢不是單單一次的，在兩年到三年裡頭呢，我們會有九程的，那每一個程呢、啊、每一個站呢是要裝備我們，讓我們的心、啊、來調整，讓我們有個忍耐，讓我們會懂得改造態度，讓我們懂得怎麼去服侍、啊、這個是裝備站來的，這個是神的心意來的。混定都唔走得咯，又唔出得国，咩都唔得啦。咁咪点啊？咁咪读经啦，专注去追神嘅心意啦，多啲灵修，你知嘛？我都用呢个时间，我而家多啲时间啊，留着在屋企唔出得嚟嘛。咁我咪多啲时间去行早街啦。嗱，有时我哋行早街、行夜街都好，冇地方去噶嘛，行嚟行去系嗰度啊。咁啊，神教我啦。嗱，你每次行早街嘅时候。啊、你當做靈修、啊、幫我傾偈，我覺得幾好喎，幾有趣喎。雖然我每日都行翻同樣嗰條路，但係每日都係好新鮮。點解啊？因為我腳行係嗰個馬路啫，我嘅心係向著神，幫神傾偈，傾訴下我嘅心，我嘅掙扎，我在做嗰啲靈修。咁啊，半粒鐘後啦，我一程就行半粒鐘。我就覺得個心啊有啲復興下，有啲新鮮感。神用咗佢嘅話語嚟沖洗我啲憂慮，沖洗我啲煩惱。哈利路亞！
这个是神教导我们的了。在我们这个挣扎黑暗的期间，我们不单止要懂得忍耐，我们要懂得坚持，我们要懂得记载神的怜悯，神不会为难你的。记不记得我们大家说神不为难我的，神不会为难我们的，神一定有祂的方式来带着我们行出一个新的路程。这样在这个等待的期间，我们专注去专心上课，专心去学神的心意。我在过后这个六月期帮大家装备一下，我们会开有几个 Zoom 的聚会，将来我会 交代给大家知道。在这个Zoom 的聚会，我们会拿来做实习训练班，我们要起兵了，我们起兵来建立神的国。因为神的心意是祂会将江河流入沙漠那里，将每一个地区会带着神的福音在他们那里。每一个是鼓我们的家人离开了耶稣，生命是好像沙漠一样，神要重新冲洗他们的灵，让他们的灵能够复兴。你在这个时间每日为他们祝福祷告，让神的江河流入他们的心中的沙漠，让他们重新能够经历到神复活的灵充洗他们，等他们能够重新再有这个追求去寻找主耶稣的爱。哈利路亚。我们看下一页我们继续这样要知道在怎样在这个黑暗时间怎样去用着神赐给我们的信心去胜过这个黑暗的期间呢？我们要成为一个真诚的人，即是怎样不要假假真真假假都不识分，是吧？我们看段经文，雅各书第五章第十二节，我的弟兄们，最要紧的是不可起誓，不可指着天起誓，也不可指着地起誓，任何的誓都当禁绝。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嗱，呢段经文咧系俾个警告我哋嘅，系估我哋要得着成为神嘅仆人成为神嘅光，我哋需要做一个诚恳嘅人，真诚啲。我哋出在我哋口中嘅说话咧，一就一，二就二，应承咗就要做。不是的就不要随便吹水，是估我们要胜过魔鬼的攻击，我们要成为一个能够用着神的光来去照入一个黑暗的奇境，我们是需要成为一个真诚的人，我们不要留点空间给魔鬼攻击我们。嘿，你讲咗唔算数嘅，你呃人啊！哎呀，你呃呃骗骗过日子噶！哎呀，你嗱，我哋唔好成为嗱，以前或者我哋唔小心讲啲说话唔真诚，冇想安，今日认罪悔改，帮耶稣讲对唔住，耶稣对唔住，以前我嘅生命，我嘅态度唔系几好我为着要得着人哋嘅喜悦等人哋得着人哋嘅欢心，就讲埋啲唔等使嘅嘢，从今日开始。我要诚恳啲，我要真诚啲，讲系一对一，二就二。因为耶稣唔中意我哋呃呃骗骗，讲埋啲风凉说话人哋讲话你咁样咪，哎呀好闷啫，唔系闷。我哋有好多方式嚟开解大家，好多方式嚟鼓励大家嘅。当你睇到神嘅神迹奇事，你唔使吹水啊，个个都好紧张，好中意睇神迹啦。因为点解啊？当神能够将江河推入去沙漠，一个人好干燥一个人好腐败嘅，能够受到神嘅改造，哈利路亚！呢个就精彩啦，系嘛？嗱，我哋可以成为呢、为耶稣照光嘅人，我哋帮嗰啲人
等佢哋能够经历到神迹。我哋有咩情景，我哋要帮。嗱，好似啊，响教会我讲啦，吓，大家唔做得咁多嘢，冇相干，我哋相望受训啊，希望嗰啲未签名嘅快快脆脆去签啦。嗱，我哋要起兵，神帮我讲啊，呢个瘟疫嘅期间会过噶，唔系永远噶嘛。当佢过咗，我哋嘅兵队全部要准备出兵去建立神嘅国家。所以不要等到这个瘟疫期景过了、我们战利器、开始准备，神说在现在的时候准备，当神一个号令行出兵，我们就去出的了。现在就装备我们的兵队，装备我们的心，装备我们的灵命、大家好好听下，因为神的心意会继续在下一页、交代给我们明白的了。我们再看下一页，下一页明白叫我们知道，凡事不是忧虑，凡事寻找耶稣。所以大家都很明白知道，我很喜爱一条歌、我们做什么都是为了耶稣的、我们有什么事情都是找耶稣、这个不是说我们没用、或者说我们、哎呀什么都不懂的吗？不是，神高高在上吗？你和我好多時都唔知嗱，舊年我諗住2020年過咗就算數啦，2021年可以開始教會活動，點知你睇下今年2021年仲犀利喎，大劑咯，咁應該點搞啊？係嘛？咁啊幾時會過啊？啊呢、这個又講咁樣，嗰、那個講咁樣，其實邊個知啫？我哋估估下啫，講下啫嘛，講咗唔算數嘛，但係耶穌講要信數喎，係嘛？嗱，所以当你和我在很为难的奇景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找耶稣的。耶稣，这个瘟疫怎么样？神在我心中启示将会过，但是神没说几时，是吧？这样神又说要过，但是又没说几时，那应该怎么样呢？在这个环境里头，不要放弃，凭信心继续追耶稣。咁系估继续追耶稣应该点咧？啊，头先我哋啊讲少少咗啦，系咪啊？啊，在呢个黑暗嘅奇景里头，我哋要成为别人啲光咯。啊，点样成为别人啲光咧？啊，我哋要尊重人咯。啊，我哋要谦卑对人咯。咁我哋可以帮得到嘅教会都啊出翻一分力啦，出钱啦，啊去帮补下啊嗰啲需要噶啦。咁啊，我哋都知道教会都有奉献。比印度啊，比尼泊爾啊，好多地方佢哋嘅瘟疫好慘，咁我哋咪出啲錢幫下佢哋，都為佢哋祝福禱告咯。我哋都為國家禱告，咁仲可以做乜嘢啊？在呢個奇景嚇，咁咧我哋要專注在神嘅心中所安排。神已經知道幾時呢個瘟疫會過，但係在我哋嘅等待時間，你同我唔知，神知，所以我哋要聽神嘅帶領。我们要明白神是应许我们祷告的，我们常常日日夜夜祷告，神啊，求你离开这个这样的事情，这个黑暗，哎哟，我们很为难。神给我们力量，给我们坚持，给我们忍耐，给我们继续守住神的说话在我们心中。那我们看段经文，再继续再讲。雅各书5:13-18，你们中间有人受苦吗？他就应该祷告。有人心情愉快吗？他就应该歌颂。你们中间有人患病吗？他就应该请教会的长老来，让他们奉主的名为他抹油祈祷。出于信心的祈祷可以使病人康复，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应当彼此认罪，互相代求，这样你们就可以痊愈。二人祈祷所发出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以利亚是我们性情相同的人，他恳切祈求不要下雨，地上就3年6个月无雨。他又祈祷，天就下雨，地就生出土产来。哈利路亚！
神的经文继续这样鼓励我们凭信心祷告。什么叫凭信心祷告啊？即是眼，我们人的眼看不到几时这个瘟疫会过，或者你家中有些弟兄姊妹啊，还是不肯信耶稣，有些信了耶稣又不追求耶稣，有些做生意的又真是一波来一波来 MCO 这样，生意怎么搞啊，那应该个路程怎么行啊，我们很多人有很多挣扎。其实前面的景是真的不是几开心的，因为很多人都不知道会怎样。我们感谢耶稣，多谢耶稣，耶稣是全能的神，他已经知道几时瘟疫会过，他已经知道在我们的挣扎的期间我们应该是怎样处理事情。所以在经文是教我们凡事有忧虑求耶稣啦。有很多事情我们求了或者未必即刻看到有新的进展，因为时机未到嘛。好像你做生意，没了生意怎么搞啊？耶稣你给我开吧，明天开吗？我们要追求神的心意，未必是明天开或者是明年呢。咁样在呢个等待期间点啊，冇得做生意，冇得食，咁啊求耶稣开条新路俾你，点去有得食啦？可能要攞啲老本出嚟先啦，或者在呢个期间装备我哋嘅心，等我哋成为精兵，唔单止为神开国建立佢嘅事工，亦在我哋嘅生意上，你知嘛？我哋嘅生意都系属于耶稣噶嘛？我们懂得用神的方式去建立我们的生意，你就会看到步步高升了。有时我们以前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灵修，今天就追耶稣了。经文还很清楚帮我们讲的，你们谁有病啊？祷告吧，祷告了还不行啊？叫长老叫你领袖来帮你祝福祷告吧。经文都讲的，为什么你叫得长老来帮你祝福祷告就会有改善啊？因为长老呢是应认识神的心意的人，他会懂得怎么追神的心意为你祝福祷告。有时如果我们不透入认识神的心意呢，我们是很随便去到耶稣医我阿们。有时在我们有疾病的时候，神是可能改造我们的态度，改造我们的性格，改造緊我哋嘅目標。但係我哋嘅目標係咩啊？我哋嘅目標係想醫治啫。神講醫治我一定醫你，但係我未醫你之前，我想你改你嘅態度。哎呀，咁多嘢咩？有時都要揾下長老傾訴下啦，傾下啦嚇。我哋幫耶穌禱告咗，有時可能唔理解神嘅心意，我哋俾領袖嚟幫我哋開解下。好多事神幫我哋講啊，係估我哋肯認罪。可能求神，他一定会赦免要原谅我们的，一定会为我们处理的。所以在这里我要做个结束了。求主帮助我们啦，凡事不要忧虑，凡事祷告，凡事追求，凡事只要听神的心意。主耶稣是很怜悯我们的，神帮我们说是估我们有什么挣扎都好，我们不要埋自己入那个烂泥那里，我们要站出来，整身烂泥冲个凉，执回干净去，好好去追求耶稣。今天在这段信息里头，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啦，认识神的心意。最重要就是当我们面对黑暗的奇景的时候，不要放弃，凭信心祷告，凭信心忍耐，凭信心坚持。神应许我们他将会带我们离开这个情景的，不过在这个等待的期间，我们心中要懂得谦卑一点，
服从神的心意，懂得领会神的心意怎么改造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如果我们旁边有人挣扎的，我们为他祝福祷告，如果我们有些人有些病痛的，我们亦为他祝福祷告。神一定会聆听到我们的祷告，我们的心声。最重要都是我们要懂得聆听神的心声，是吧？不是只是单单耶稣你医我了，你都不医我，你不医我，你信我吗？神可能教紧我们，你读多些经文，你祷告多些。因为为什么？当我们日日夜夜懂得祷告，你知道吗？祷告其实就帮耶稣倾偈嘛。耶稣是很盼望我们帮他倾多些，倾诉一些。所以我们做灵修，灵修呢的意思就是听听下神的心意是什么啊，听听下神会教我有什么应该要改造嘛。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等待的时间，在这个挣扎的时间，我们学多一些去等待耶稣，学多一些去聆听。既然都不做得去哪里了，那不如多一些时间寻找耶稣，多些时间聆听，多些时间读下经，多些时间去参与课程，等我们生命会经历到改造。求主帮助大家，我们同心祷告。主耶稣，多谢你今天再一次透着你经文，你给我们认识明白知道，主啊，就算我们经历着什么事情，你都会知道的。就是在我们的挣扎里头，主你鼓励我们不要放弃，我们凭信心要祷告，我们凭信心要追求耶稣，我们凭信心要坚持，我们凭信心要领会神的心意。神在这个期间改造着我们，等我们认识明白怎么去聆听神的心声，等我们能够加添深刻的认识神的心意。求主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门，等我们一一的心是要追求耶稣，不是单单追求神的回应。多谢耶稣，多谢耶稣，我们在这里交托每人的挣扎，每人的难题交托在主的手中。愿主赐福带动我们，鼓励我们。多谢，我们同心祝福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所求，阿们。神赐福给大家，希望今天的信息能够帮到大家。多谢，多谢大家。